谢谢大家，再见，说一下说故事哟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，说故事哟，我爱吃饼干。说故事没？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小朋友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耶。说故事哟，我说故事哟，我跟妈妈挑战好久比较，哇，我做爱听耶，我要跟星星比较，这种花一样的说故事哟，小朋友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小朋友准备好了。木克妈妈说不能吃太多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妈咪准备好了，唱刷澡耶，擦脸刷澡耶，擦脸刷澡耶。好，他们做好了。擦脸刷澡耶。小狗不小心睡着了，对不对？它打瞌睡。在在那打瞌睡。嗯，你赶快说故事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还有说故事哟，木克妈妈躺在很多睡觉，哇，我最爱听哟，我要听星星比较这个刷一样的说故事哟，小朋友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说故事哟，木克妈妈躺在很多睡觉，哇，我最爱听哟，七姐妹。我摸一下耶，肚子痛，肚子痛一下耶。